今天收到粉丝寄来一台苹果叉，叫新哥帮他改一个12 Pro 的后壳，然后颜色的话要石墨色的。后壳的话已经挑选回来了，非常完美啊，外观没有任何磕碰，没有任何划伤的。线头这里的话做的也是比较逼真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帮老铁打上安排。所有配件的话已经拆卸出来了，配件的话一定要放好。现在我们拿12 Pro 的壳给它装上，马上安排。OK， 已经改装完成，非常的漂亮，各项功能的话也是全部正常的，闪光灯的话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，非常亮，非常的完美啊。喜欢改装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小爱心，万一哪天用得到我呢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